瞧瞧。OK OK。就这么点地方。暴露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让你悄悄的。都弄大了，就你太多了。瓜子儿啊！一窝窝。说了看过瘾。跟着你是这个，围着这个石头是360。看这一个石头大。真倒霉。这蚯蚓一直都不少，钓鱼的人看那个可对，手抓式，蚯蚓太多。最近海上这人是越来越少了啊，但是太冷了。咱们这边是冷得比较快。哎呦，这叫是浅绿泥地呗。咋样？这个长度？不行。确实不行。看得起。嗯，都是你的最大。搓，必须得搓这个。赶海的人少，钓鱼的人太多了。OK， 开始洗刷刷。就在这儿就 OK 哈。嗯，旁边有水。全是泥呀，搓呀搓，不停的搓。这个弄完了，拿回家一个个摘出来之后，得用海水养几个小时。然后放点葱姜蒜辣椒段，爆香。别的什么都不用放，这稍微放一点料酒蚝油完事儿。不用放盐了，对，不用放盐。对，想吃这个随时都可以来弄，就跟自己家种的菜一样。这真的太多了，特别大。哎，今天这水刚好在旁边，不用来回跑了。这边特别大。OK， 直接就在这儿开始。小花梗忒脏了，那怎么弄？脏是必然的。用手得搓一下这个。今天在海上波光粼粼，人也不少。哎呦我天，这挺脏的啊！多搓搓，多搓搓，回家好收拾。海瓜子儿，这个炒的时候调料放淡一点，出来特别鲜味道。这比螃蟹我感觉好吃多了，用手着啊，别使太大劲儿，因为里面啥都有，别把手给划破了。这个等会得好好挑选一下，那必须的，全都是这个小螃蟹。哎呀，真大！
边。你看，这边在小孩子。直接底下看，开始。我去，蚯蚓不少。里边钓鱼那大哥看见咱们蚯蚓特别高兴。他想要泡呀。看这个，我看这边上，就这个程度。那天有一朋友在底下评论，他说跟你那儿的海罐子有亿亿万个。太多太多了，我那还说的是数以万计，你这都成了亿亿万个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咋这蚯蚓这么多呀？啊，全都是蚯蚓。咱俩不会钓鱼，咱俩要是会钓鱼，这儿就是大，就是大。钓鱼就把它收了。那屁股抬高点，别把屁股露出来。还得搓，你下边有沙子的。没事，一会儿给它过滤一下。这个干净，我觉得都是多搓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是连在一块儿长的。你没发现咱们挖坑的那一块的水是清的，这块水是红的啊？是大，挺大的这个，这比那头大多了，好像。你直接给桶里都弄点水。啊。他把桶旁边有风给吹走了。那必须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是两方完全。上手，不用铲了，只用手抓石。看我这都是，你看我这边确实大。这挺干净，我觉得这个挺干净的。比较好摘是吧？摘这是一个让人还头痛的事儿。摘一斤能摘一个小时，还是两个人，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傻的。咱们这儿洗一下，拿回家。够了够了，看为啥要摘它啊？它都这种粘一块长的，就把它分开，一个一个分开，全是粘的这种东西。有的地方养这个，想不到吧？养这个东西，专门养这个。这需要养吗？需要呀，咱们遍地都是。咱们这儿是咱们这儿，别的地儿。他们养殖这个，专门养这个，供不应求，不好摘就是。